好了，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大叶子给你吃啊。叶子哪能吃啊？当然能吃了，待会姥姥做了你就知道了。姥姥好久没有来打叶子了，长得这么厚了。小外甥，回家啦。好。把叶子先用开水烫一下。小外甥，来帮忙叶子搓一下。我才不搓嘞。好，等一下叫老爷收拾你。把汁搓出来就可以了。把调好的草帽灰水倒进去。嗯，豆腐成型了，来给它切一下。加点辣椒酱，没有的可以加点葱姜蒜哦。哇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嗯，好吃。